啥物问题无啦？有啥物问题无啦？你讲几百摆啊？叫你卖遮挂。男男女女全都不敢动，因为人赃俱获，想逃也逃不掉。你们这些人呢？不管酒钱吧。一整叠钞票数都数不完，这群人在公园内非法聚赌，赌头还请来旁边这名黑衣男帮忙把风，一天工资就有1000元。没，我来，我家对我信心、我们的信心桥梁已经破坏了。厉害吧？来。看准男女老少都爱玩的国民游戏象棋，以此作为赌博工具，甚至选在人来人往的公园，让警方查缉困难。经过长时间观望勘察地形，便衣刑警们翻越高墙抓个赌客，措手不及。我底下咧休息，就恁兵兵给我当作人咧玩家咧，我吓得掉，我怎么办？如果东西抢过来，我怎么办？哦，吓得掉，都躲起来了。那结果这个来，这个输，那个输，要抓的。查获啊！这个14名赌客，还有1名啊，这个赌场的员工，现场的赌资169000元。一群人选在公园旁聚赌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旁边就是水流公庙，当着神明面前做这些非法行为，也难怪会落得这狼狈下场。记者黄天耀、隋欢，新北市报道。